台湾 Subhead Forester XMO 保平安。咁多亚太区记者聚喺台北，唔系为咗睇情侣台妹，主角系呢一部 Forester 至真。Subaru 用豪华同操控攻入越卖越旺嘅 SUV 界，车内设备当然有咁豪得咁好，全白皮笼望落顺眼，坐落舒服，好有空间感。而有 Turbo 嘅 XT 版，鬼面罩同包围，充满四驱力量感，几靓仔噶。至于 Subaru 最强嘅性能表现，喺 Forester 度都冇偷懒，引擎舱改变好大，好似 Turbo 入风口改为内道式，头冚唔会再有个窿。最正嘅系底油泵升咗上嚟，以后换底油唔使再捐车底啦。因为 Forester Turbo 咧个 version 已经停咗两年，咁而家再引进呢个全新嘅呢个 Turbo 嘅版本咧，我哋对佢系非常之有信心嘅。Forester 换咗 DIT 增压，令两公升引擎达到240匹马力，加埋全新 XMO 驱动系统，专门应付落雨天同烂路。你睇湿地急刹，扭雪糕桶。兼上落斜，一样行得咁稳妥安全。咁头先我哋试紧一个斜坡嘅时候咧，咁用好少嘅油门慢慢吊上去咧，佢就好似有度拖曳力咁样推你架车上去，咁唔需要大油门，非常之安全。想玩 XT 版，最快下年春季到港。